一季两套，然后这样这一套也是，这是一套，对，这是一套。我们要把它背起来，因为只有两套。一季两套，另外一套是。而且我那时候是大一刚进去，是穿背心的，就会被人家认出啊。你知道梁武帝是谁吗？哦，就那个常穿背心的那一个啊，就这两套。又是背心，黑色跟白色都最好搭，然后我又买一个雅痞外套。你现在跟我们聊时尚，时尚，其实时尚就对了。发型有没有时尚？我的意思是说，哦，就是买这些，然后就是可以百搭，百种的造型这样。那你一季两套的预算是多少？3000。这些衣服要3000，两套啊。不去我的那个饰品也算在里面吗？戒指、欸、还要被骗，这个有这个大概还是你都等那个警察去临检摊贩的时候，他看会不会掉出一两颗在后面捡呐。饰品的部分是1000，预算是1000这样，所以是4000，我一季的制装费是4000这样，一季就3个月啊。好可怜，邮箱小姐有没有觉得她很可怜，还是跟你很配？我觉得我更可怜。我大学的时候都穿那个二手的，那我不是去那个元素那种比较时髦的二手店买的，我都是去教会，那礼拜天又卖那个，就等于是相当到台湾的慈济大爱去找，对，去找那衣服。那我买牛仔裤什么的，对。那我剪头发也是给人家剪，是就设计师还没开始工作要练习。走的时候还把剪刀插在你头上了呢。天哪，当白老鼠就对了。对，被那个耳朵剪到。原来大家都这么刻苦。可是小龙，你染头发是？像我就是都不剪头发，那所以我头发才那么长，就是省那个剪头发费用。然后，我想到另外一位小柯了，他可能也有一些故事，他不需要在光头后面。然后我染发剂就是不要补染，就不用自己买，就是同学染，然后就是借他用不完，然后染上面。然后有一次就是还染坏，然后就变金色一条这边。哦，是同学用不完的拿来。对，那有同学也在生发，是用避孕药。他们说，哎，那剩下拿来吃一下。对，省啊，对不对？都要省啊。英英，我就会把，就是如果已经没有彩妆品用完要买，可是没有钱，然后我就干脆把过期彩妆拿出来用，反正人家也看不出来啊。我们看出来。有很过期的味道吗？你哪里贵底啊？对啊，因为你看，你除了脸上的彩妆，你还有指甲油，哎，那个也是过期吗？就自己混啊，拿透明的指甲油混过期的腮红啊，就自己混啊，过期的腮红，然后加到透明的指甲油啊，才8块。哦，对耶，有点老气。怎样，天哥？好可怜啊！英，真的啦，你就以后素颜好了。干嘛这样啊？真的只看起来比较老而已，但是至少比较健康。不是，反正依依现在都有男朋友了，逸翔。对啊，对啊。逸翔都是走素颜路线啊。气死他！马子，你的方法是？上学交通花费多，大学生有省钱妙招。我每次都会坐那个爱买的免费接驳车去学校。我都骑机车回家，从彰化骑到苗栗苑里。对，1个小时以内就到了，就这么远呢。司机就跟我聊政治，然后看得出来他很狂热。他说：“你还救咱台湾？那这帮柯林基都还笑脸呢。”就很认真回复他，你说：“你救台湾？哦，那些笑脸你救我心，去抓编辑上。”